不带点的，发育发育。你打奥恩好打，但是有打野大哥。你团长打高分段，你只要发育就行了，然后靠先攻和这周给的钱就完完全全够了。高分段你团长，哪怕你对线单，你单线能打得过人家打野会搞你的。高分段除了对面上单厉害，打野也厉害。我是奥恩中单呀，你妹！搞什么飞机？可以，这位好像是个职业选手。我直接回，没想我带个针眼，我把针眼放河道，一会儿喊打野继续搞了。升不到六级啊！我操！我不知道是打流浪，我打流浪的话，这个换成那个鲜血滋味比较好，毕竟是手长英雄。他是真不怕被抓吗？还是说他看到打野在哪？对不对？我现在推线推不过他，只能走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水平。而且我没闪，我进不了声音。好在你洗个澡吧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但我有。哎呀，是真他妈难打呀，那还不如先出个影魔刀呢。扩张吧，更多火药。好手不过了，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是我不能失去你温柔的傲慢与愚蠢的造物。感觉应该先出个影魔刀的，这波还是会难受的。哦，嘿 ，nice， 不亏。趁回放进闯入战场的别处，渣子。
以为你每一步都能抢得到我种子，你的对线期已经结束了，等死吧你！我要一路看回比尔吉沃特，什么都没有。两个卡掉了，掉了，他们只有五十，这250过程他们就没有了。亏出翔来了。全给龙王斩杀了，你手枪还是万刀我都无所谓，放心炸到我。嗯，这什么？哎，我以为伤害够，他大天使，搞忘记了。老子闪现他妈的，我要闪现滑，你妈的！哎呀，好没面子，好没面子，都不想玩。不是，我想闪现过墙滑卡杀 AKO 他死了，妈的！